没有意识到旁边近点就有人啊，被波波吸引了，看到了，怎么说，要不要踩上去打对方？但是爱笑就在近点的石头，他只要出上爱笑，不愧是爱笑。与此同时，七七好像也是收掉了独狼猫猫，那这样的话场上是一波二打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弟弟打药，不要着急，千万不要着急。爱笑局我先拉，波波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三打一，稳住，一定要稳住。七七行这个位置只有一个石头作为掩体，弟弟也打上药准备过来支援一波，稳住，弟弟往右边拉，先躲后头打个爱笑，再补掉，再往右侧一手，二打一，人数还是优势，不要着急，先封烟，把对方的视野全部封死。弟弟一颗手雷往后撤一手，扔雷，协同配合，对，两个人一起走，千万不要分开，一起找人，一起往前走，给他心理压力。奇迹行很聪明啊，这个时候钻进烟里，就在他头上跳，两个人一起拉，两杆枪还打不过他一个吗？来回的不断绕，继续往前顶，一个侧身，呜、哦，直接无伤拿下。波波，一打一，稳住，波波，七七行加油，波波稳住，加油，七七行，这波单手不能上头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，来了，还是一打一，左右腾挪，波波换了一把枪，再往前走。你们在干嘛呀？然后恭喜未来战士拿下第二局的胜利。三打一都没打过，会不会玩？知道我七七行的外号是什么吗？行爷，知道吗？知道当年最佳新秀是谁吗？